对你们历史讲学的，应该是吧？他觉得，哎呀，我地力好大，他推不动，是吧？啊，这个不是太极拳的，是一个太极拳，就是我们去练武术人心。你鼓足到的人心，身体不在话下。我要出去打很容易，因为什么？他的心在我，一打手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在我这里，所以我撩不掉这个心。如果你把它当成了你的一个竞争对手，那么你就要把你两个人就斗了。我先把它纳入我一起，它是我的，就像左手和右手，你手里拿的那个块钱，100块钱，来，你要扔就扔，是不是啊？它会粘上去。前提就是我先要跟你融为一体，合了以后我不要你，这样。那么你看上去是不是他配合我？常人都会有这个疑问，那你来配合一下呢？你可能发现没有这个，所以太极是什么呢？太极就是把对方变成我的，然后用游戏的方式告诉你，既然是我的，我就可以把它扔掉，不要了。也可以什么？你永远离不开我，哎，别走，他永远对我变成不好者，变成我的东西了。那如果不要他的话，